OK， 大家，大家。OK 啊，对，自我介绍很好，哎。嗯 ，OK。加油。哎 ，Hello， 大家，大家早上好啊啊！现在是早晨7:20，嗯啊。我跟我们这一届的 VIP 大腿 LSP 的大腿壮哥最新到达了咖啡厅，然后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补给啊，早餐、嗯、一日之臣在于早餐啊，对呀、啊，一定要吃得饱，一定要吃得饱，很重要啊、嗯。昨天我们两个就一块吃的，今天也我们俩一块吃，对。然后那个因为这个骑行。对于这个吃饭准备啊，还有 water 啊，这个补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对，如果你要是在骑行当中没有吃的话，你就会力竭，你就会虚脱，你就会很容易出现事故，因为安全是第一位，对不对？啊，对。好嘞，今天我们是就是 day three 啊，那个第一天我们骑的是100公里的100多出头110公里的这个行程、嗯、这个里程，然后爬坡是1600的爬坡，昨天我们是69公里的这个里程，对，但是有800的爬坡，对吧？对，昨天是最简单的一天，对，第一天算是并列第一难的，并列跟哪天呢？就是跟今天第一难，因为今天是80公里，80公里，再加上我们要从我们的 motel 到起点来回也要15公里，对，对不对？是的。那加起来的话就将近100公里、嗯，然后爬坡相当于也得有个1023的爬坡，对，而且包括今天的这个力量已经其实消耗了很多了，前两天骑过了哈、啊，我们每天都在拉杆啊，都在那什么，嗯，不是拉筋吗？拉根嘛，那个汉哥嘛，对对，那个今天昨天晚上刚刚下完雨，然后呢地还比较滑啊，希望各位哥哥都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然后第四就是要及时补给啊，然后哎 ，Yep， 壮哥你 ，Thank you， 壮哥。你今天准备要拿前十吗？没啊，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嗯、跟这团队跟这团队走就可以了。嗯，跟着团队走哈、啊，行。今天会是一个硬仗，因为今天我们的赌注都压给了壮哥跟 C 的哥这两个人。C 哥呢是昨天晚上刚跟勇哥一块过来，所以他今天是精力充沛的第一天骑行，因为他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今天是第一天骑行。那今天是我们几乎是大满贯，就是所有人都出席了，对，是吧？嗯，今天是这周该出席的都出席了，对。然后呢我会为大家去拍一些早上拍一些航拍的内容、嗯、然后拍一些精彩的画面，今天也是唯一一天我可以用心的在前一个小时帮大家拍摄，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画面。好、嗯、我们今天就开始，加油加油，壮哥啊，干杯干杯，Cheers. OK。嗯，好，我们的四个哥在搞他这个车。哎，来，来，还没开呢，是吧？是新的。睡得怎么样？非常好。嗯。非常好。这球不错啊。嗯，这个床不错。嗯。吃完饭了，再办。走吧。好，马上把羊弄一下。哇，真的是，这怎么说来着？四哥，
就你这种方法，这个有干飞失恋啊？干飞失恋不是？还有一个滴水，就是那个，你有一次说这很专业一个词儿，滴在链接里面。对啊，嗯，这个手艺好，你看一格一格的。我们已经失望了。地还可以，对呀，嗯，我们出发的时候应该就干了。贴牌子，分割是102号。啊，你们玩你们的，这个麦哥在玩手机呢，啥都没干。我找位置，在哪里？啊？那个很近。很近。你等我一下吧，我不骑车。啊，完早走吧。啊，早走路，你穿个外套。我还得去买个创可贴，我靠。我有创可贴。哎呦，来，来。哎，可以，创可贴。谢谢。这些重要就无所谓。先贴上吗？一会儿再贴。一会儿再贴吧。对，你先。壮哥，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就过去了？你们说，咱们可以先换上衣服就拉拉根，然后我看好，谁在后面？麦哥呢？都好。看到我拿个地下，这样睡得不好。啊？睡得很好。睡得很好。哎呦。那就你错过了最精彩的一点了。对啊，为什么？我一脚一踢。啊？然后他问下去了，他问姐夫说你睡得怎么样？嗯。然后说完以后，看着他就开始踢东西了。啊。哎呦。哎呀，舒服。我这觉也睡挺好的，好久没睡这么长时间了。嗯，今天睡也挺好的。也，我就怕你昨晚吹感冒，我想说给你盖一下。啊，他那光个膀子，然后这样抱着，这样捂着睡的。那你再搂着他，那是。我再搂着他，那就热醒过来了。我们三个人体温很高啊，整个屋子很热的，是吧？你们有没有肌肤？对啊，我开始是真的，我都睡不下去。所以你抱着勇哥才能睡得着的，对吧？对啊。哦，昨天睡得老爽了。哎呀，我可以。他这个床的硬度，我觉得刚好。不是我是嘛怕睡不着，我昨天吃了安眠药，倒下去他妈睡到4点多一醒，然后又睡到就是早上6、7点都是在做梦。我感觉你睡在我边上，然后不是你睡在我脚跟头，池哥睡在我这儿。我还能做这样的梦啊！安眠药，日有所思啊！医生可以开安眠药吗？我国内带的。日有所思。吃完了最后一粒了。哦。好久不吃，我就怕睡不着。因为我逃播那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基本没睡，比较兴奋。我也是。嗯。我就怕这种。对。那以后我也找去，可以买吗？安眠药？买。这边我不知道，反正我国内带的。我昨天那最后一粒。那我不看，那就是不能经常吃。嗯，不，我是偶尔。你再才吃。偶尔。就怕睡不着，或者你就是飞长途倒时差那种的。哦。你得逼着自己睡呀、啊。而且那种睡了之后，你第二天身体会不会，比如说疲劳啊，感觉累啊？我觉得还行啊。不会啊。嗯。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其实你吃完那个药不挺好用的吗？那个两天。我是只要真的，这都说了多少次了，我这就滑雪，越滑雪，3点钟出发，你说怎么睡吧？我就上次咱们去卡尔曼多的时候是没怎么睡，睡了3个小时。这是我经常性，只要一次。你昨天晚上睡挺好的。你睡眠是兴奋的，就是多巴胺分泌的兴奋的不要睡，还是老是脑子想事情？兴奋。那吃运动过后不要睡是吧？我只要不约车，我自己就到点早上躺着睡。你要试试我吃的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保健品店就有买的。有个叫非洲南非醉茄，它是降低你的好像多巴胺分泌，然后抗 stress。我觉得吃了，然后加上那个镁片一起吃，我觉得还有点用。我有吃钙镁片。它这种就是一个是运动过量嘛，就身体会产生一种叫啥来着？叫什么醇来着 ？Latex S。不是乳酸。叫皮质醇啊，对皮质醇。他吃那个东西是降低身体的皮质醇含量的，皮质醇会影响睡眠的。我是不会睡眠来啊。对，就他是那种就是一个是，事儿多嘛，然后一个是那个运动过量，太狠了。我们就是那种操劳，就是有很多事情你要去想。对，其实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晚上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想一遍。我也是，我他妈眼睛一闭，就光全是事情。对啊，就没办法，这个东西。我那天不是去看家业了吗？他说你这应该不是叫做失眠困难，但你这种不属于失眠困难，你就是压力大。事儿多，对，你自己放松。比如说，你不要去想了，你睡觉之前有一些，你全部用纸把它写下来。你想学我在哪里都能睡，是吧？我以前可以在哪里都可以睡。我以前我在火车上站着，给你一块布就可以睡着了。以前我真的还需要布啊？你给我个马桶我都能睡了。哎，昨天晚上我打呼厉害吗？我不知道。昨天我睡觉打呼吗？昨天很轻微。那我们三个都一样，我4点多的时候，你们俩一左一右，你们俩也是，就是比较轻，很轻微，对的。我们也是4点钟醒的。我除非这个尿尿，我除非是很累很累很累，而且那个雨太大了，那个时间，而且那个走廊那个灯太亮了。哦，对，那我还以为我刚躺下，我把灯都关了，我最后一个人睡的嘛。我还以为是有个灯还没关，我妈我起来一过去看，走廊的灯，我去。昨天是大摩托吗？啊，对，这个是其中一个，但是第一天好像没有它。这个是有，这个飞霜有，还有一辆红色的。哦，那个老头可能就前面，哦，就前面那个橘色的，橘色那个，对，那个 KTM 390。等我搬完家，我看看能不能说服一下我媳妇儿，让我买一个摩托车。我的弗莱森已经考虑了很久了。先买了找地方放在胖哥家。他说骑，你说朋友我借给你骑的，借了骑。我当时就是我考试提前一天，那有这个怎么显示的20啊？什么东西叫 Garmin app？ Garmin app 就是它下面会写Garmin 的那个测的只是参考，它不是准确的，就是Garmin码表测的。身体真的能表现出你感觉是20吗？啊？你想怎么表达？比如说你一天晚上可以骑车吗？我觉得我可以。可以啊，啊那就是。然后我觉得我的皮肤就回到17、18、9的差不多。那就你真正体验那是20的时候。对呀、啊，多好啊！直接没秤，有个秤一下。妈，我觉得我现在加20，我加体重20。我现在今天绝逼他妈的80以下了，是吧 ？Fitness age 要20。我的那个秤，反正我现在上秤都是20几，27、28。那个什么体脂啊？体脂秤吗？王母龙的那个吗？
BMI 是吧 ？BMI 就所有的。对。104，104，叫安娜，啊？叫安娜，慢啊！不用，他没牌了，他不用是吧？不用了，你就说你自己104就好了，你是有房车。对。104。对。那你和你的吊带放开呗。嗯，对。他不会不冷的。没事，我就跟他混了，他就帮我摆平了。现在有流汗吗？对。孟哥要开始。我要开始干一干药了，打鸡还没不要不要这么早，还有20分钟哎。今天干的有什么用？我认为今天可以，咱们有一个赌注啊，今天有一个 game 啊，就是他们这个 group one 的这两个人，咱们五个人可以 bet， 一人 bet 20块钱。他们两个谁赢了？对，七个人。没有，不算你俩。那你们俩谁？对，不要不要不要，看过肯定。你们也不要知道。对，你们不要知道，你们也不需要知道。没事，我们开始以后我们再自己对商量。对。这个一定。嗯。第一、第二、第三。不是说错了，对，一二三。啊？问壮哥，壮哥是被孤立的那个。你说昨天不讲。好嘞，走了，好嘞，哎，Enjoy，大哥 ，Enjoy your ride。哎，我把手机还是得放车上的。不要了，砸去吧。Guys, just remember the road is open here, please. So make sure we're standing right off the road. So any group three guys biking down the road there?All group three here for a minute, please, because briefing's pretty important today. Okay. Okay, can, we've got all group three. One more coming here. Okay.Can we hear at the back down there? Yes? Yeah. Further back, can we hear? Guys, can we please clear the road? There are residents still going up and down the road here. Off the road, guys. Off the road. Okay. A few things I need to run over, particularly at 50. What?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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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Can you hear the back? Okay. At 50 k's today, there's traffic lights, okay? They're building a new bridge. We are not able to run stop goes there. 50, 5-0. All right? If it is red, you stop. We're going to have the traffic management people who would have been there are going to take numbers of anybody who goes through a red light, and you will be disqualified.I know you're going to moan that so-and-so caught you up, and that's not fair. 5K after the traffic lights, this is the hardest climb of the race, so you can get rid of them there, and it won't matter. Okay? All right? So don't worry. We need to get Joe Public past, eh? Off the road, guys. Get the car through.Thanks, Coxie. Yeah. Come on, man.
么了？啊？什么？我说我心率太高了。啊，你不骑了是吧？啊，我不骑，心率都200往上。行。Two men, you guys.
Oh, yeah.
来吧。First one. This is the first of the big climb, is it? Yeah. Wow. Okay. Take it easy. Okay. Thank you. Fast. Car up. That's a rustle. Good timing. Yeah. Thank you.
Oh, that's the big one. Yeah. Right. Yeah. A lot of heavy breaking going on. Yeah. I'm filming you guys. Are you? Yeah. Good pic, good footage now. Where does that film go back to? Going to Russell. Yeah, give it to Russell. I'll give it to Russell. Oh, yeah? Yeah. Then another. Is he paying you? No. Yeah. Are you sure? Yeah, that's for fun. I usually fill my friend, but yeah. They're too fast. they don't want to wait for me. Oh, we're too fast. Yeah. Same as day one. We came up to you day one. Yeah. Tomorrow we'll go with your group. Where can I be back? Yeah, it is good. Yeah, close up there, is it? Could be. He was wearing a black kit. Okay. It's a Bernsko kit. Okay. Car coming. Yep. So are you all tattooists? Do you have a tattoo parlor? The one of the guys is a tattooist. Oh yeah? Yeah. That's it. He's the logo. Oh yeah. Yeah. Yeah.
Right, okay, buddy? Oh, that's the bigger one. Come back.
谁？壮哥。啊、哦。我把火车给他了。哎呀！Thank you, thank you. Cheers. Thank you. Thank you.Amazing.刚刚是 Group One 的第一个人已经超过我了，啊，在两分钟之前，啊，现在。尽量不要让所有的 Group One 的人超过我，就是我的目标啊，完成任务。真漂亮啊！Yeah, got it. Yeah, thank you. Ah, 现在是一个 downhill, 啊 downhill. Oh, amazing.Bit slippery, right?
Yeah, yeah. Thank you.
concrete. Thank you.
太疼了。开始录，酷录。
Joseph. Yeah, see you at the mess out, absolutely. No, I am. I'll grab the coffee. Done this street, this particular day three, this ride. It's the second time. Oh, second time. Yeah. We came up at Christmas. That side. Did you do all four? Tried to. Nice. Where the stops are. Oh. Yeah. So what didn't you do? Yesterday's route. Oh, okay. We got half of it done. Yep. And the rain was so clear. Yeah, it's a few days to ride a bike. Yeah, yeah, for sure.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Joseph. Yeah. Friend. Yeah. That's a nice spot from there. Much appreciated. Yeah, that's the one. Isn't good. What's it? Fine. Yeah, one more map. Yeah.
Hello. I had a twice back surgery. Oh, whoa, whoa. Lower back surgery. Nice. I had one like a year and a half ago. Oh my goodness. Good. But this is actually improved the core and then legs. Wow. To keep my lower back okay. Woo. Yeah. Yeah. Yeah, you're good. Thank you for taking me here. Yeah. Yeah.